今天我们的许新川，应该他以前我跟他开始一起做的时候，他就是执行长，真的能做到死定了。他今晚总是长，总的执行长之力。我想今天的贵宾非常的多，说的伯伯我要特别就是谢谢你，你的林杰夫在我这里安利基金会。那我想啊，说到那个伯伯，这个以前我们在政治的一些场合，一些表演的场合，他就是我的这个歌坛系统，大家这样讲。那我刚才有没有邀请他说，你到我这来请，我说你这么好，你一看起来很困难的啊。那我想29年，也就是明年就要30年了，从现在开始。所以我想一段不短的时间，可是我们的干基会缔造了非常好的时机。所以我想这个事情，除了感谢所有的赞助人员以外，还有我们的干基会的所有的员工、所有的义工们的努力，还有所有的贵人们的帮忙。那我讨论武功医生的他的任务呢，是要看顾病人。那我作为声乐家，他的义务呢，就是要唱歌，让别人感觉到温暖，让别人感觉到快乐。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，他也只跟我排3分钟的时间，所以我今天特地为你们演唱了这首曲子，也就是另外一版的感恩的心，叫做又见春烟，好不好？
是吗？而且你的确快乐，治疗病人，谢谢。